我长了一颗超级无敌大的痘痘，然后我遮不掉它，在这里，好痛，它感觉快要爆掉。用痘痘瞪你。嗨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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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颗痘太嚣张了吧，我也这么觉得。嗨嗨。嗨嗨米娜桑。嗨嗨，谢谢大家对特务莉莉的支持，让那个姐姐特地密我说，哇，我那个哇，这次速度很快，是消了还是折住了？消了消了。姐姐特地密我说，哇，这次粒子很厉害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对特务莉的。支持。もしいつかどこかで会えたら、今日のことを笑ってくれるかな。理由もちゃんと話せないけれど。あなたが眠った後に泣くのは嫌。呀，我现在有想发一个文，但它不是特务的，是之前拍的一组照片。然后它是一个咖啡馆的一个咖啡厅的感觉，然后比较复古的感觉。但我。刚刚在开播前在想文案，但我想说，嗯，我今天来跟大家一起讨论文案，然后发讨论完的文案上去好了。但我一直在想，特务的那个是不是可以再留一下，再跟你们分享？私ばかり考えた言葉もなくなった。啊，等会儿，那可以先看一张照片吗？不行啊，眼睛旁边是什么痘痘啊？我要自己思考，好吧？我们想说这是一个比较特别不一样的，想说可以跟你们一起讨论。算了，没关系，那我就自己想吧。那我下播再发。复古，有点复古。然后我穿着毛衣，然后直发。是很可爱的照片，复古毛衣直发。你知道这种东西就是给你们几个元素，然后大家要凭空想象，然后看你们想出来的照片跟我发的一不一样。等下来嗨嗨一下，满五分钟来嗨嗨。那表情呢，就是可爱的表情，没有啦，就是成熟的表情。谢谢米菲为我续费一个月的粉丝团，嗨嗨米菲。可是他真的是与人相存孝顺。谢谢数学课本的啾啾你哦。晚安。小花还是上班了。耶、yeah. 啊。不然我现在可以发。因为我现在有 iPad 可以发。说一件很 sad 的事情，就是呢。我可以发，然后发了，然后你们看，然后跟我讨论。我很难过。我可以现在发。十分钟。
然后你们跟我，你们跟我给我一点想法，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大家一起讨论出来。然后再编辑，对啊，我只有打了两句话而已。那我擦红色的笔。我打了两句话而已。我不知道，他应该不知道我有买。对啊，先发在编辑内文。所以要开花了，对，我才刚买。然后再讲一个也很 sad 的事情，就是你过去一点，因为你很大声，他们说你很大声。我已经没办法再过去了。你就过去一点点。你太大声了。那你过去啊。我要过去啦。我们就互相往旁边，不然你小声一点。文案施工中，谢谢容公公带我去流浪，谢谢容公公的 level 2带我去流浪，把豆豆遮住。我礼拜天不是去吃一兰吗？对，然后我晚餐吃一兰，我不是吃浓吗？我吃浓对不对？哎，他们说，可是这边都是你的声音。出去，出去，请你下去。好，就是。我在分享很 sad 的事情，就是我不是去吃一兰吗？然后我吃浓，对，就是浓。然后就我隔天早上起床的时候，那我们来发一下，头超晕的，我怎么？我们来发一下。大贫血是这样，我后来查是什么眩晕症，有点字数不够你的那个。昨天就可能吃太咸的东西，我就想说。太扯了吧！我吃，因为我整天都头超晕，超不舒服的。好，我要先来嗨嗨。我那一整天我都，就是我起来然后头都超晕，他还酒驾，他不是喝吗？他还酒驾，他还是好嗨嗨，林果嗨嗨，跑不到书嗨嗨，阿贵嗨嗨，混战士嗨嗨，包括嗨嗨北原嗨嗨，欧莫莉嗨嗨，关键嗨嗨，念念嗨嗨，阿 Kira 嗨嗨，卤肉饭嗨嗨，虫嗨嗨。包子哈海企鹅哈海加速哈海九蛋哈海王子狗狗哈海有西西喽哈海国树哈海容公公哈海变成新鲜柠檬哈海阿红红哈海阿红哈海益生菌哈海 Eddie 哈海哈海奇月哈海冰彻玄哈海企鹅哈海阿 Kira 哈海 Kira Killer 哈海 Sam 哈海阿红哈海酷美哈海。北极熊嗨嗨 ，Dragon 嗨嗨，芋头谢谢幻影战士，香槟 Level One 嗨嗨，思睿嗨嗨，修哲嗨嗨，后音嗨嗨，洛克嗨嗨，后音嗨嗨 ，Chen 嗨嗨，晴天嗨嗨，阿红。谢谢单细胞的带你去流浪，嗨嗨单细胞，嗨嗨 Cody， 嗨嗨花生，你们知道我有多认真用？嗨嗨，喂，嗨嗨猴子，嗨嗨，嗨嗨修哲，嗨嗨 Danny， 嗨嗨笑笑，嗨嗨勇哥，嗨嗨不当不当兔，嗨嗨奇月，嗨嗨 Alex， 嗨嗨米菲，嗨嗨 Lonely。嗨嗨 ，Ting， 嗨嗨，虫，嗨嗨，羊圈里的鹿，嗨嗨，小公主，嗨嗨，圆滚滚，嗨嗨，桃瓦哥，嗨嗨，中影，嗨嗨，智佳，嗨嗨 ，LWJ， 嗨嗨，浩哥，嗨嗨，绿茶多多，嗨嗨，我也有点不知道我买这本要干嘛，我根本就没什么用。国文真的是有点靠运气。嗨嗨，静香，嗨嗨，我不知道，我一直都不知道青海，嗨嗨，我一直都不知道国文要怎么。嗨嗨，国学常识。嗨嗨，魏如生日快乐。嗨嗨，麦雪妹没有。嗨嗨，小安。一周上课运量是早上时间2.5。哦，我是不知道怎么会只有2.5啦，有时候也有一些照片、啊。右上角的吗？一定是不够。什么右上角？我很多都整今天头发有点乱。对啊，因为有卷。每天都可以靠一下运气。嗨嗨，梦宝。天气变暖和就可以。嗨嗨，变成新鲜柠檬。嗨嗨，摩羯二号。那我眩晕应该是因为吃太咸吧？我是真的觉得是吃太咸。那我们来。
很扯啊！我们来进行最特别的。一篮水请了一天的假，我自己都觉得很荒谬，你知道吗？就是我那天就真的很痛苦，就躺在床上，然后就一直转，一直转，一直转，而且转到晚上都还在小转，只是早上大转。我早上整个撞墙哎，就是我不是有一个走廊嘛，然后我早上起床。我一开始坐起来，然后以为我是我有先打了一点点，起太快，有时候起太快不是会可能顶起来是什么，就是小晕吗？就想说应该小晕就没差，我就去刷牙，然后结果我整个我还早上还很怕踩到我的脚，我想到那个了，他脚给我睡这样子，就很奇怪的姿势，然后我还要找他脚在哪，然后他我眼睛就这样转，然后他脚又这样，大概是这种奇怪的姿势就这样躺在床上，然后我还要避开他的脚哎。对，然后我有点半扶着床这样下去，我坐在床边这样，就是我找到一个落脚处，我就坐在床边这样走出去，然后结果我真的是撞到墙。我想到那个。我走到走廊的时候，我撞到右边的墙，因为我头很晕，不知道怎么办，他会跳起来。真的太传神，对，因为我每天早上都这样。天旋地转呀，闭眼好像也是会。你们等下可以去抢头香。对，不知道有没有宿醉。对啊，宿醉到底什么感觉？我是真的觉得我很像宿醉，就是头超晕，然后好像要爆掉一样，然后又有点想吐。你起床没办法，你还能起床一下？我很晕啊，但我真的以为是那种我早上起太快，因为我昨天是就是。我告诉你们，超好看。这照片超好看，我好喜欢。突然看一下就是手机，然后发现到了一定要起床时间，我就整个这样坐起来。好，我要发了。开始晕。我要发了。那是我坐太快吧，然后我就这样子去要去刷牙，然后我就撞到右边的墙壁，然后跌跌撞撞走到厕所之后，我就扶着厕所的墙，然后前面要再转，然后我就好不舒服啊，然后我就跟妈咪说。我头好晕哦，我一直撞到墙还是什么？有时候我头很晕，很想吐。我说为什么？就是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贫血之类的。然后后来我就坐在外面的沙发，我要发了，因为我觉得躺着更不舒服。我要发了，所以我就先坐。哦，因为我那时候是想说我一定要上课，但我可能会请个一两节这样。就我觉得我可能一两节之后就好了。我就想说，如果我躺回去的话，发出去了，我又坐起来又会很不舒服，所以我就坐在外面的沙发。指定人生写真，指定起来，这是真的很值得指定。一个小时之后我就，那我们还要讨论吗？可以啊，你们可以给我一点反馈。然后结果没办法，你们叫我自己想，我找自己想。然后什么事情？对啊，我就起来，然后我就觉得还是还在玩上网上课，辛苦了。躺着会想吐吗？有点忘了，好像会，就是有一点。谢谢龙魂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好晕来，谢谢。然后他又坐起来，慢慢起来。发了发了。有啊，我就是早上很快坐起来之后。嗨海鸡。我头会晕嘛，然后我都会就是慢慢这样坐起来。嗨海红衣。那天就很，我整个很慢哦，就是我。就是躺在床上，然后我后来没有，我刚刚就有说不是特务神奇，对啊，我发神奇，我就会发呆很久，然后就继续转，我就这样发呆，然后再站起来去上厕所，就感觉就是哇，这是最快的一次，大家瞬间留言最快的一次，好难得哦，我每次都在看。我大概多久大家会来留言？嗯，今天非常快，这就跟大家就是，就比如说成员在我旁边发文，我想抢头像的概念是一样的。花花把脑袋的养分吸掉。我要等咖啡还是在等那个？看君一个慎读十年书。大家看我。吸出，我不想。第一张眼神也太棒了吧！耶，大家好可爱。为什么是选红袋底？我觉得。书没有立早看吧。耳瓣归管。无法沉浸看书，真的很想看耶。跑步出来也会这样。天哪！大空都在听明星，而且我是真的找了一个超明星的对，但不能再摸它。就是我后来就有查，然后就跟不要直播念。好，太闲，不要念，不要念。然后他就一直觉得，他还明喵金鱼，他还毛巾哥，他还红尾蛋黄。平时又不一定念，一直看手机。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因为很想吐，
然后后来我就说，Coolie or coffee or 然后就我就喝超慢，我深夜咖啡馆，我就关粉的时候，然后再休息一下，34秒就是几十个爱心，对呀、啊，你自己就没在看书的，在看你呀、啊，耳石脱落很可怕、欸，在看你呀、啊。点菜单配方换一下试一试，我跟你们分享我那天的配方，但我有点忘记了。好像长起床，他还豆蔻，没有，其实因为痘痘，大家不要一直看痘痘。你可以闭嘴，栗子真的吗？谢谢小婆婆的嘟嘟你哦。都是在神志不清的，然后我就是起来，然后就有点晕，就是坐起来，因为我马上坐起来，就是因为到了该一定要起床的时间，所以我就马上这样坐起来。然后就我那时候在找，再看给钱，拿我的衣服，再看再看要买深鞋哦。好转哦，就在转了。我想说应该是我刚起来快，然后我就去厕所，然后就再看不读书要买深鞋哦。再看不读书要。我真的喝的101，我觉得跟林一有的拼，真的死不喝水。使劲深吸。我真的超不爱喝水，我可以喝饮料，但我不会喝水。哦。是晕车药有用，那是阿飞。来看，看医生的戏剧或漫画，可以说的一口好艺术。对，花花是吸收我的。那不看什么意思？耳石脱落，他不会耳石是什么？他还加耳，三姐紫金荔枝最好选择，是不是？我已经在上面留言了。再看我不读书要紫禁升血了，好像还好，计划筒。我头部没有受到撞击，对。接下来低血压加睡眠。即可拍拍算了，不是哎、欸。但我那天好像睡很熟哎、欸。不是。我那天睡很熟，今天这只眼睛整个。不觉得很好看吗？大内双哎。就是这风格，我喜欢，是不是很好看？好，没关系。觉得超棒。因为我今天也超级睡眠不足。因为我昨天晚上睡不着，因为昨天睡太多，昨天下午睡。我每次都会在那个画面看很久，大家留言，对，我每次发文就会这样，一直看大家的留言。神经还是耳朵问题？那当然，我也是，不是不能接受，只要是有的喜欢。但我没有从别的地方去，一瓶水喝一个星期，还海鲜，我根本就不会喝一瓶水。海海燕拼，因为我真的海海鱼粥，喝水果，因为我会喝饮料。来看看大家，这可能水分还是有比零一多，我也不知道。但我也是那种练习。那旁边谁要想看书？记得，好，我就去看书。哎、就是欸，什么意思？什么叫做这？我就去看书。就是我可以，如果我在读书，才不会睡着。谁要看书？那么可？哎、欸，对啊，这张照片，如果看完，然后给你们看一眼，然后大家想说，嗯。那个，我手上的书是哪一本？没有人记得，就跟今天特务的照片。请问弟弟手枪上面的花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你们一定答不出来，因为你们的眼睛一定都不在那个花上面，是不是？是不是？哦，对，是不是？小叶，我是不是很了解你们？就是呢，那个这个月的玫瑰花是什么颜色？三月意爱寒寒月的深雪更是。请问玫瑰花是什么颜色？对你们说我也很漂亮，也很。sexy， 只是我还没发。我是什么？对，因为我还没跳很帅，但我可以考虑发个线动。三月好，对啊。紫色，因为外星人不会戴帽子，什么意思？泳装被封印度度，我这次没有被封印度啊。我超瘦的。那你真的有看这本书吗？没有啊，拿来拍照而已。想象不到我的样子，看不见。弟弟等我等我等我业配，你们再订一波。哎、欸，溺爱海涵月要订起来，而且谢谢袁滚滚的带你去流浪，谢谢袁滚滚。不是哦，但是网球那个应该不算。深夜咖啡馆。你比较喜欢网球还是泳装还是特务？像我很偷懒。哎、欸，很快、欸，这次留言很快哎、欸。我来看看，我每次都一直看大家的留言，是什么感觉？就算我已经看过，还是会看。说大家都有花吗？你看你们，你看你们。喜欢海海，谢谢。你说是肉腰，好了，那我那。请问摄影师是谁？我要走他大圈。包。他往家修照片是吗？所以书是谁送的？没有，我有特别挑书名。我腰真的很细。念直播私下留言。我真的不是，我没有在炫耀。但我真的后来发现我的腰是算很细的，因为我。
就不看书看你啦，谢谢啦，谢谢。很大，但是没看到书。欸，我不知道，我好像在炫耀。欸，然后都没有人要回我的回复，就是，没有回我的留言，欸，是不是大家大家都跑去读书了？这次也很棒，喜欢企鹅。书中自有颜如玉，属于你的那块美玉是在书里还是书外？对那个。特务。鸡皮疙瘩都要掉满地了。特务要看穿哪一套。所以这个其实搭配都这个照片，你们会想要打什么内容？那套是什么裤子的吗？我是穿裙。原来在云。小迪在看书。就是裤子裙子。回家的路。只要有图，约翰就喜欢，不要吐露心声，好不好？我有回复赞赞。欢乐度就对啊，我你们不觉得很好看吗？我觉得照片很好看，虽然没有什么。我觉得第一张真的很好看，那个就只是睫毛很厉害，有没有？哎，你来这就坐在这里站着干嘛？真的没有在炫耀了，我是后来才发现我腰蛮细，我以前觉得我的腰算粗的，但没有，我觉得好好看，是细。年的地方，很棒的优点，自豪一点没关系。那我太神了，什么意思？谢谢民谣精灵的和你一起。没有拿掉。倒着看，从开始看书再看不下去，发现成比较好。对，因为我骨盆是真的很宽的，我现在很会穿衣服哦。哎，我还没有想到那个顺序。我就想说，嗯，这张好看，我放第一张。是不是看起来超瘦的？照片不好看，人家好看。啊，人哥会讲话。很啊，我还想叫人哥，叫人哥，我还是可以叫人哥吗？就是很叫阿仁，感觉好，距离好远。对，下课叫人哥叫习惯了。阿俊上班不能看直播，荔枝拜拜，卤肉饭拜拜，上班加油，加油。谢谢杨春里的香槟的宝宝，谢谢杨春里的路，没办法给评价，之后就看得到。这张杨春越来越近，睡觉。小，那我回你最新的贴文，赞赞，等下来一次看。谢谢中影的猪猪你哦。越说越多，明明眼神很神奇。看隔壁的面细好吗？它其实也蛮细的啦，应该吧。只是它这次封面就是很棒啊。嗯。你知道姐姐还跟我说，我有听到，不用再炫耀一次。没有，那我还是要。因为我还没开始。谢谢虫的啾啾你。而且这个月是捏很月，拜托，知道吗？谢谢知道意思了吗？而且姐姐，我跟你们说，姐姐特地密我说。栗子，你这次很棒，很快。我很瘦。他说速度很快，谢谢大家，谢谢。观察。我不知道我原来上封面有这么大的魅力。谢谢啊，谢谢。谢谢。封面很凹，对。销量冲很快。我凹可能会闪到腰，因为我腰不够。对，下单对销售业绩很快。Yeah, 有实际的数据在跑，当然啦，他们当然是有数据，他们当然看得到数据。其实我后来，我今天刚好在跟帮我预购速度很快，对啊，聊天，然后就说那个义大那个流量密码，因为义大那个坐在楼梯上，这个你这群看流量密码，触及率还蛮高的。然后随时监看，没有他可能就是点开，然后看到我这一次就是特别。特别快，没有他这一次特别，这一次特别跟我说，就是这三篇都在我。让人觉得上封面非常看，我还有更多厉害的照片。看你不是很厉害，你这次看起来就被烧到。米菲要买吗？米菲，这次也真的很辣。等所有人业配一轮再决定，你可以先买啊，先买我。看也蛮多的。有点谢谢伟哥的真情告白。谢谢。姐姐说我这次很厉害，特别厉害。可能希望我这次可以。可能有些事吧，但是。然后这次特别想，我们可以冲一下。更漂亮的这样。大家可以多收几张丽丽的家。是吗？
先买不能透支别人，然后一次买满七包，对啊，你可以一次指定五七包。有猜到是这个原因啦，对，但是不是深夜咖啡店吗？什么深夜咖啡店？不太确定。什么深夜咖啡店？那应该是。深夜真不是深夜咖啡店，你是今天很厉害的。那我应该还要再发两瓶。要买他看后面还是怎样不买？冷艳表情，我超不会。我大概是这样子结束，怎么样变漂亮？我是不是消音了肥啊？其实我最近觉得我的，我有时候觉得我是脸小，有时候又觉得蛮大。期待我发文啊！知道哎，我修了几张起来，但我还没有，我还没有拍好它。虽然怕卖完了，但是我还是要讲，这是生日会。我很想跟你们分享，但我觉得心思都在上面，我还是要有点压箱宝。我每天晚上，但我觉得我可以前面有一个宝，后面再一个宝，睡不着都在想，然后中间慢慢给大家越来越可爱。谢谢，大家多发。这又好像很剧场剧，来呀、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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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来都来，书名有点排版的，对啊，书名叫深夜咖啡馆，就是去游乐园的。深夜咖啡，我要发完这一排才可以发特别。哦，它叫深夜咖啡店，我打深夜咖啡馆。早点睡，期待深夜咖啡店。好，那我改一下。很棒，眼睛变大了吗？全是我放大片用的大。这样子吗？他不让我改啊！这次有来就不亏了，光那个桌边就不亏了。晚上好啊，想到都想到要睡觉。对啊，我最近很容易本来睡不着，然后又想很多事情。不要想我，热气感有吗？限动刺激一下销量吗？等一下，他不给我更改贴文，我刚刚打错了，我打成咖啡馆还是咖啡店了。我在想，如果我先发限动的话，我之后再发贴文的话，赞就会比较少。因为你们看过了，小叔感谢提醒。对，听说有人看你也可以一次就买一包。周边这个月有机会超过泳装，多收了很。希望我这个月跟你们讲，不知道这个月会不会比泳装还多呢？床上要会吗？会吧，感觉应该会吧。很赞，这也蛮香的啊。被周边吸引的人好像。我妈一直很希望我当辣妹，她说。可以发不同。我外婆很希望我当个辣妹。可以发不同章。她说你可以穿就是比较辣一点那种，然后就跟她说，啊、哦，我就喜欢穿长裙那种很仙的、啊。你就说，你可以，我哦，我当一下辣妹，他们都很想看我当辣妹。我跟你们讲，因为所以那个我其实这个升学主题就不是有那个 banner 嘛，一出来，然后他们就说，哇哦，很棒哎，很好哎，很好看的、就是。然后我说，嗯，有那个嗯。怎么怪怪的？就是为什么我妈特别希望我当辣妹？对，但那时候我好像找不到人帮我拍，就是直接用手机拍的。对，所以我都只有翻拍电脑，然后就有一格一格的。我一直在想要中的一格一格修掉，因为有一点影响。没问题，买好，会的，会的。对，拍到相机，电脑看来蛮得意的。拜托，你妹妹说。我按到典藏，对，我按到典藏。努力看看。限动高清版照片，你说咖啡店的还是特务的？我也很认真读，谢谢小安，抱歉，我在雷。你可是看板，对呀、啊，我可是看板。突然又想到，希望我可以卖出我的历史新高。用那个。水浊那是我的历史新高，不知道我这次能不能超越我上次的历史新高。历史要转型了吗？没有啦，没有，就是我其实就是辣妹妆就比较还好，对，我更喜欢那种很仙的照片，对，所以就是这种更是少之又少，请大家好好把握。谢谢 Rever 的浪漫玫瑰，哈哈 Rever。不用扮演，可是最后变成虾妹，我不是虾妹。哎、欸，我也不知道哎、欸。影片呢？这次有影片吗？但有扮很好，不告诉你们呢，期待啊。没那么浮夸，但十八岁好像又应该要认真一点庆祝，因为十九岁才生。太看个当不什么意思？嗨嗨，锦州那么厉害，对呀、啊。孙先生。
换成一零一辣妹会愿意吗？没关系，我还是当辣妹就好了，不用当一零一辣妹。十八岁长大了，研究三期。辣妹更好炫耀。嗨嗨，杰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希望你长回来再支持当辣妹。对啊，对啊。我本来十八岁要拍婚纱，但来不及。我就是一个很甜很甜的可爱女生。英法辣妹最近怎么样？我现在最近对啊，我也以为父母会希望自己小孩不要穿太辣，结果我爸妈说，很好看啊。我想说，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他们说你可以不要穿长裙，你可以偶尔穿短裙啊，这样比较好看。我说，那我就喜欢长裙的，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说，就是希望穿短裙，不是通常都会是爸妈说，你要出门吗？赶快换那个换成长裤，什么长裤长裙之类的。他们是说，你不穿短裙吗？穿短裙比较好看。我一头发色穿着，谢谢苗苗。婚纱的部分吗？苗苗是除了小弟以外，还有再多看过吗？还是平常大家都看？想要的婚纱是有没有考虑入一下地坑？认真的婚纱，因为法拉美是有，是没错啦。是婚纱的那种，我想要租那种婚纱。一定的呢，震动的。不是想要。历史性的小婚纱那种，我想要真的婚纱，所以那种还要预约，然后还要找店家，然后还要去店面试，然后之后比较详细的，没关系啊，可以多种都尝试。然后那时候学车的时候有点来不及，因为我外婆对啊，外婆都喜欢比较性感的照片，就是圣诞节早就是早就要交稿了，所以我想说，对，是我执着的穿衣风格。出乎自己意料的适合这个风格。你们知道那个就是公司的姐姐们那时候跟我说，嘉莉你这次是那个是 banner 哦，你是就是宣传图哦。我说哦真的吗？然后就这样跑过来跑过去看一下，然后我就哇，这是自己塞的还是哇哎？他还是红。他还很透明哦，宝宝可以接受的好妹吗？可以吗？可以吧？我是偏懒，妈咪就是辣妹啊。自己的基因挺好买，要多等两年。第一次听到想要自己小孩拉一点好吗？对啊。三十九是不是要低调庆祝啊？他会呢。我把你们腿伸得这么好看，不穿短裙给我们看。我要去练。通常是审美都跟自己相反，真的哎。他还博红。好的，自己也很压抑单人风格。因为我。我不知道我拍了这么多，他们最后选这么，我感觉就是真的蛮厉害的。不敢上路，就是拿到。被人相轮的嘛，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姐姐跟我说这次是我，我就哇开心。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可能看适不适合吧。那我到时候一直。可能我这个月照片特别好看。不知道。对。或者是我最近变得特别好看这样。开始工作后才学机车，学生时期用不到，但我是觉得有机车会方便。也是业费比这厉害几倍，我不要讲，我每次讲，到时候没有很厉害，你们都觉得会觉得失望，就我的审美都跟你们的审美相反。我每次觉得很好看，你们都觉得还好。人生是不是也蛮喜欢起重心的？会不会就不做成升学了？会吗？不会吧？不是通常就是这一张了吗？我不知道哎。风格腿长，这一整适合。对啊。你每次特别好看，你最会讲话。满意，谢谢。肚子线条。但其实感觉骑车上学。那个只有吸气的时候才有。放松的时候就是一坨肉。他想骑重机吗？是不会。对。150cc。不想看书看你，你可以看我啊。野狼一二五。我早上看的都被选上成写，通常是这样吧。办法扶起你的重机，我可以求。这是还要念棒式吗？没有哎。风吹起来就行了。这是有努力吸气。我都记得国小。你这么想会考公司炸气？会啦会啦会啦，应该会啦。爸爸早上载我的时候，我就努力这样。就是我的眼睛原来是闭起来，就没睡饱，眼皮就很重，然后就这样坐在车上，然后就这样。我只是爱喝咖啡，他瓦哥，我为什么说只是爱喝咖啡？就是不能应该看一下可爱的秘密。不能在路上这样闭着眼睛骑车，就是我要很冷，而且没有人在前面帮我挡风，我就要自己吹风，然后很冷，然后又很想睡觉。是不是每天早上骑机车的人都是这样？
我就是幼稚才有办法追你那么久，我就是幼稚才喜欢你。那个表情实在是必须。这种感觉，我觉得我早上一定长这样。Bell Flower， 我只买丽丽的满二十，希望能拿到车牌和指令。哦，丽丽的买了二十，你是说升写指定吗？我应该不会在那时候骑车吧？我们那时候会睡一下，也蛮厉害的。车牌跟指令。你看啊，肌肉的也都是有用力的。光找车就好。既然没有临时抱佛脚，没有没有。对啊，真的很辛苦。但也有重机啊，自己吸气就可以有线条。谢谢月亮的粉泡泡，三月三谢，谢谢淼淼。所以淼淼只有推我跟小迪吗？开始施压，才会一直吗？我就是你才会一直喜欢你。谢谢林果的女神降临。可是现在是辣妹，不是女神。会容易变黑。对啊，我妈一直说你要比较尝多多尝试辣妹风格。然后其实我蛮怕冷的，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一定天生不是做辣妹的料。跟你讲，就是爱睡不干，老皮醉啦。对，没有，这是要训练的。谢谢包子，我以前也有点怕冷，但我现在一点都不怕冷哦。谢谢。就是不行啊，我觉得我就是很怕冷，然后没有没有，是因为我跟你讲，你会觉得怕冷，是因为你觉得你怕冷，你要觉得你不怕冷，你说我不怕冷就不会冷。不行，我很怕冷。除非真的很冷，不然你只要说服你自己，我不怕冷，就真的不会冷。没有，就真的很冷啊，真的很冷。我跟你讲，你在家穿那样，我穿那样，我还穿那个毛毛外套。我跟你讲，十七八度真的不冷，很冷，16度，你的冷。你知道我今天出门，我穿一件帽 T， 然后风吹过来，我就觉得好冷哦。太扯了，我今天早上出门只有12度，我穿一件发热衣跟一件帽 T 就出门了。不行，我觉得不行，就是很冷，就是要多穿一点，我不可以让自己感冒。我能反杀。那、啊、你是几度算冷？几度算冷哦？我觉得20度以下就很冷了。太夸张了吧？对啊，我体质比较虚啊。16吧。你看20。16是那个冷的界限啊。今天几度？我觉得今天很冷哎、欸。那现在15度，蛮冷的啊，蛮冷的。18。不行，我觉得很冷。我就觉得衣服要穿紧紧。对啊，今天太阳很大，其实还好。我今天也本来觉得很冷，但其实。跟你说这是要训练的，你一直觉得很冷。有一种吗？冷叫妈妈觉得你冷，没有，我觉得我冷。我跟你讲，最近妈咪真的一直觉得我很冷，我是真的不会冷。妈咪说你是不是很冷？她最近载我骑车载我，她说你是不是很冷呢、啊？我说我真的不会冷。她一直觉得我很冷，然后我叫她摸我的手，然后我的手一点都不冰。她说哦，你很冷，我一点都不冷，我真的不冷。我没那么怕冷，对，有一种冷叫一直觉得好冷，对，叫不怕冷，真的很冷，对，没有妈咪也想要我当辣妹，我戴牙套，不要笑我，很冷，嘲讽的样子，冷，怕冷，你这样会不会露腿？对啊，所以我每次都很痛苦，就知道我桃园那次超痛苦，阳光剧场那次超痛苦，因为超冷，我冷到爆炸耶、欸。谢谢。我们一起想夏天，一起想。很冷呐、啊。秋天。谢谢幻影战士香槟那么旺。我不是小孩，不怕冷。我感觉我还在猴啦，就是我还在小猴子的阶段。但我其实上课的时候我会穿得很丑，因为我懒得打扮。就上课的时候我就会。可是我觉得灯节反而没有那么冷。懒得打扮。可是灯节温度好像更低，但没有那么冷。但阳光是真的冷到。有人发现我剪头发吗？一定没有。那直播就不能混两个心，这么会讲话。风没有那么大。但我有点不习惯。对，雨大了点。可是灯节出来的照片就超有逼味，就是因为有雨，所以这样。对，而且无袖。哎、欸，我觉得有长袖真的差很多。看看一下，小孩只有三把火。一直上吊有发热起来，是蛮短的。有桃园那一次没办法，阳光那一次没办法。如果没有，就是跳完，就是你只要停下来，就会好冷的，好冷的，好冷的，好冷。还真说过你的冷，是你觉得我？怎么可能？发现一定没有人发现。
很短，所以它也是会比台湾台北冷。不短好，它一直想它里面是背心，它还是会冷呢。拍肩膀很会密吗？不要拍肩膀，不要拍我肩膀，不要拍我肩膀。整个外翘哎，大外翘，我应该再剪薄一点的发尾。而且那个设计师一直夸我的头发，他说我头发发质真好，他说我发性很好，然后他还问我说，你平常有在用电棒吗？我说最近比较长，就是通常蛮长用电棒。他就说，那你发质很好哎，你发性很好，眼下打这样很漂亮。就是那种漂了之后头发，我用眼影打的，发质很好的人，很冷就包什么毛球。然后我就说，我之前我在家也包什么毛球啊，把头发漂过之后，然后再染黑。就是不是染黑啊，就是染咖啡。我在家我都盖两件棉被，一个是小贝贝，就是小枕头的一样花色，然后从小盖到大，然后它的名字叫小贝贝，所以我一个小枕头跟小贝贝。我剪超多的好不好？对，我剪小贝贝，然后再加一个天丝棉的贝贝。天丝棉的贝贝，贝贝，你的小贝贝没有，小贝贝还是很正常的。破坏法则，我知道破坏法则。没有，它蛮头发太容易油。它只可以盖到我身体的一半，就是脚会露出来，但还是算蛮大件。每天晚上洗完头，我都会用。它是羽绒被，有点像玉米须夹，但其实不是的。它是羽绒被，差不多原理的，所以它很暖。夹风的东西，我每天都这样夹。用坏的头发，但发质还算好，居然还被设计师夸奖。找不到小贝贝在哪里。它还烤焦，小贝贝没有，我是小枕头拿来洗，小贝贝拿来干。因为我有点秃头。小贝贝可以啊。小贝贝真的可以染发吗？可以。小贝贝可以啊。染黑啊！我说我要漂发，高级的小贝贝，它是羽绒贝贝，就是整个是黑色或是深色。对，在那个羽绒贝下面。这什么奢侈品吧？我也想知道这什么奢侈品呢？我也想要有点。小贝贝是干安心的。头就比较蓬，他在娃娃堆跟棉被堆里面。我头发发质是真的很莫名其妙的好，就是，而且他说我这大概就是用完电棒，小贝贝很棒，他真的谢谢 Jacken 的香槟 level 满。Jacken 是不是也最喜欢莉莉呀？看你很常发莉莉耶。谢谢 Jacken 的香槟 level 满，只是想要漂完。对，没有洗的破破烂烂的小贝贝。因为真的，因为小贝贝比较没有那么久。因为真的，分割床的上面那边，对啊，这我现在有很困，就我喜欢卷头发嘛，现在，但是我卷头发的话就会很容易直掉。我来看看，第一个很容易直掉，第二个，好，第一个最大重点应该是头发很容易油，第二个才是容易直掉。小贝贝，真的很容易直。对，又很容易油。我每天都洗头，但大家好像真的不觉得我每天洗头，因为我头真的很油。嘿，专业的。还有小枕头。卷发很痛苦，又一个互相羡慕。长这样吗？我真的蛮羡慕邱平安的，因为他头很蓬，就是很蓬松啊。可能是因为他有自然卷啊。对啊，那他很困扰哎。蓬松啊。我这样子又比较好。小贝贝。看起来像是一个礼拜没洗头比较好。我每天都洗头。小贝贝。西西造谣，但小贝贝没有，小贝贝也香，但小贝贝没有那么香，它还是蛮新的啦。头发弄坏的发质，但一点都弄不坏，我是真的弄不坏。我以为我每天夹那个很烫的那个蓬蓬发根的那蓬夹会。发质会变差，结果没有，还是很好啊！我也快受不了了。小贝贝，算还在互相笑，比不过很多了，可爱。天天洗头，所以为什么我很喜欢洗？我真的每天洗啊，你们看到都不相信。对啊，它有20年历史，它真的有20年。我一天不洗头就很。可是我只敢拿这个出来给大家看，因为这个真的看不出来20年。就算待在家里，我也会洗。受不了我的头发。你们知道谁也谢谢博成的梦幻幻烟火，谢谢。因为直播时都没有发一回过，谢谢。当然打个招呼，拜拜，烤焦拜拜，谢
谢谢哦，那闻得到香味。辛苦了，辛苦了。好好在外面忙吧，阿姐。再补档就可以了。阿姐我是不知道了。对，小枕头状况比较差，他已经灰掉了，因为他每天都被我这样出来出去。就是、小枕头通常好像只能放，为什么？小枕头不能露面，小枕头太旧，就不干净。但就是小枕头只可以这样，好的就这样。有经历你们枕头大战吗？有吧？试一下。小贝贝蛮新的。栗子怎么可能每天洗啊？想太多了，会不会好几天不洗？漂发不能每天洗啊。给他找借口。本来就是好不好？漂发不能每天洗。地图炮。但其实我也想不然你就问林依人他有没有每天洗头，他有啊，他也洗染发，我相信他每天洗漂发就不会每天洗、哦、就是我刚讲哦，我以前有看过一个，就是一个人他每天用清水洗，他不用洗发，虽然我现在不能蹭他，有点蹭真的不会那么容易变油。谢谢虫的带你去流浪，只知道有前几天不洗头。那女生的尝试 不是，我只是想要说，我没有特意要拉淋雨下水，但是漂发不能这么常洗。每天洗是要半个月漂一次，对啊，漂发每天洗是要半个月漂一次哦。半个月漂一次，为什么？因为补色很，头会那个掉色很快啊。那你这个又不会掉，你就金毛啊。还是要顾好不好？好吧。对吧？护发护色贵包，不然你帮我出啊，我就可以每天洗。那你不要臭到我就好了。你才臭啦，油头妹。我每天洗头，头是香的好不好？油头妹。我以前一直很抗拒别人闻我的头，但我朋友说我头很香。对呀、啊，是。他真的闻我头皮呀、啊！他闻我的头皮呀、啊，就是，就我朋友这样，就是我们在聊天。然后就有一个人，就是他开始闻人家的头皮，说你头皮臭臭的，他也是蛮过分，他就闻一圈这样，然后他就说你的头皮没有味道，有一个洗发精的味道。我现在已经找到我的命定洗发精了。对，但是我其实也本来不敢让人家闻我的头皮，因为我一直觉得我头很臭，但其实没有很臭，就是有。可能是因为你那个你其他同学就是他的那个味觉被、那个嗅觉被征集，更没有礼貌。谢谢中影的香槟瑞我玩，其实很不好哎、欸，就是很容易掉头发。闻头皮是一件少见的事，但没有人敢闻头皮、啊。对啊，其实也不敢闻人家的头皮，因为感觉很臭。但是我是没有味道的，我已经被认证过了。虽然看起来看似有，但是、我跟你们说，那个小枕头就是这个花色，只是它比较小。现在召唤的香槟，就花色就长这样。攻击性超强，谢谢虫的非你不可，谢谢。握手会证明，不给不给。反正也很显然，这个只有黑色不会掉色，咖啡色也不会吗？有人说你的同学是不是那个得了咖啡耐听，所以闻不出来。谢谢谢谢大家，那我也得了。你闻不到你自己是不是？对，你也得了。因为我得了你就会得了。小枕头保存会比较不好，因为它每天都被我搓来搓去。可以让头皮香香吗？不要，其实不会想睡觉。我用的不是会香的，我觉得很舒服，很疗愈。我有讲过吗？就是柠檬的那种。错乱。就是草也不是草本，但就是那个香。谢谢黑杰克的星光会员票。洗发精，还有我跟你们说过，我去大港的时候带小枕头去嘛。对，因为之前我是我去大港的时候不是有住一天吗？我把小枕头带去，然后我爸就说你很夸张哎，你为什么要把小枕头带去？我就我现在用的是因为刚才睡的美容院买，在美容院买的那种，然后是但我没有带小枕头，挤出来是那种凝胶的感觉，对，安心用。透明，我出国也会带小枕头，然后我已经用掉超多罐，但我不会带小贝贝，我会带小枕头。油头推荐哦，谢谢丝毫的，这个是真的很厉害，那个叫什么？而且洗了城堡点灯的城堡，谢谢，很舒服的一个，谢谢丝毫，哇，点灯呢，是不是有红包可以宣传？对不对？咖啡掉光光了，漂亮后的咖啡会掉，我一直太厉害了，不是通常染咖啡都不太会掉。开灯了，开灯了。Hello， 大家好，我是 AKB48 Team TP 的栗子李佳丽，我是有你的。我也忘记了、他们就突然开始闻。哎、我现在在宣传，我有红包，你稍微小心一点点。怎么样？了不起啊！红包了不起啊！红包拿来。红包了不起。
对，然后我是给你啊，谢谢。哎呦，里面有东西哎。然后对我有一个妹妹，她在这里，她是她的名字叫做李彩杰。对，然后我们是亲姐妹，是不是我比较可爱，真是，原来这样子啦，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赚了赚。然后我们是亲姐妹，然后她现在也在直播，如果想去看的话，我现在看到了。她如果现在如果想去看的话，可以搜寻李彩杰。我这边也有红包哦。我这边也有红包、哦。我这边比较大包哦。谢谢阿轩的啾啾你哦。然后可以有喜欢我的话，可以追踪我的 IG。CHILI_AKB48TP CHILI0315_AKB48TP 有很多好看的照片哦。然后这一次我是那个，我们有每个月会贩卖三写真，然后这次是特务风，非常的香，非常的好看，哦、大家可以来、哦、可以来追踪一下哦，追踪一下 CHILI0315_AKB48TP 哦，追踪 CHILI_AKB48TP。CHILI0315_AKB48TP 我的比较好看，谁的照片比较好看？我的。讲啊，讲说说看吗？谁的照片比较好看？说说看嘛。说啊。我不会骂你们呐、啊。说啊，你们觉得谁比较好看？我不会骂你们哦。谁比较好看？韩寒，看到吗？栗子。韩寒。栗子。看。栗子。你看几个韩寒？你记住看。然后你要等他们，快去他那边留言喊喊。栗子，哎，讲都好看的，想怎样？压力好大。想怎样？两个都好看，你们不要不要不要担心多了。栗子大于正常栗子。是哈喽。对啊，是喊喊呐，我照片那么漂亮，但本人也是不差的啦，就是照片也很漂亮。你们这群人真的是，哎，小孩子才做选择，我全都要。在栗子才讲栗子啊，你们这群人，哎，我已经撤心了。反正我比较漂亮。你认为我们会选谁啊？你们就在我的台留好涵，在他的台留栗子啊。不敢相信你们真的会做出这种事。现在换战士的，你们怎么可以说谎呢？明明就我比较可爱。十八岁最大准备是变自恋了，有吗？看人家现在是江湖走跳的基本吧。自恋单单，相处太久，就变自恋了。之前都被摸的，姐妹糖 ，no， 也没有那么 ，no， 一点。打麦的是哟，自恋。狐狸酱，没变，可爱，应该没变。你中招了，嗨嗨大家晚安安，谢谢龙哥的非你不可，活力点票没关系啊，没关系啊，没关系啊，都发了就知道谁比较漂亮，小蝴蝶是不是我不知道啊，你那个欸、所以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那个照片很好看、啊、我觉得很好看。什么照片？就是那个这个啊。我也有啊。哦，是哦。我看你翻哪几张。我那我看看。不要。我看看呢、啊。不要啊！我怎么给你看？荒谬！你才荒谬！看，我快下播了。两个都会买。这就对了，那谁要买比较多？这不难吧？这个问题，韩哥不要，真的很厉害。哎、欸，听说柯南出了那个柯南的行李箱、欸，我有跟你们说我去看《Lucky Ten Kai》，我跟什么有点弹舌啊？《Lucky Ten Kai》就看剧场版了。哎、欸，我们要不要一起？我不要哭笑。你不会啊？你会吗？那你会哭妈咪之心吗？啊？那是什么？我哭妈咪之心。喂。Look at that， 我有看。看到不行。三月真的好看，是不是？大家就指定我。爱上了。嗯，就是啊，温暖暖暖的感觉，好看的不对。可以抱我嘞，但不可以抱别人嘞。伏魔御厨子。
姑妈咪只是你家推谁？可是是不是意外的很多、哦、很多留言？他们现在也很哇，58则留言才42分钟耶！哇，他很赞耶！哇哦。今天有辣妹和文青很混乱，你们喜欢辣妹还是喜欢文青？不知道，你们都不喜欢，你们喜欢是我啦。爱的哟，你讲啊？是之类的呐，真爱的哟。啊？是之类的呐，真爱的哟，的哟。快点，不要。你刚刚生日礼物送什么了？哎、欸，我有看到他有那个、欸。我越来越会了，那个、对不对？那个戒指越来越会了，很厉害耶。你们有排吗？你们有去排？是不是有那个周边那个叫什么林什么？什么那个周边？为什么练那么可爱？那个、啊、对，穿的感觉什么？我觉得那个木木警官的那个警官证好帅、就是，我想去买。会不会爆脸？但感觉很难买。就是觉得很厉害，就是那边好问题太多。而且五条还是为什么干嘛还是纯爱？不要啊！好不舒服啊！谁讲的啦？什么纯爱？谁？不知道。哎、我看到了，我们哪是纯爱啊？谁要跟他纯爱啊？我快了。不要。想要李湘的杯子做的杯子做吗？哦哦哦。铜板。哦哦。纯爱战士，到底是纯爱战士还是纯爱战士？可以买年轻一点的。警察证吗？可以给我佐藤、哦、佐藤的警察证吗？不然高木的也可以，高木也蛮帅的。但我对李湘有点冲击，李湘那么可爱的人怎么变成那样？怎么被变成那样了、啊？李湘，李湘很可爱。小五郎，但小五郎的脸还好。对，我有吓到了，就是李湘这么可爱的一个女孩子，他可以把我逮捕吗？变成诅咒，然后他那你要先翻出啊！变成那样，灯光。李湘亮更可爱，真的吗？你们更喜欢那样子的李湘吗？毛利我还好，不然有没有那个安室？安室也可以。那个李冰选人特辑很难，就把什么意思？有可能他是那种女神的特辑、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讲出唯心之论？对啊，女神的。明明就我比较可爱，你知道我大眼睛，我看啊、哦，是不是？对，他有一个大眼睛，就我比较可爱呀、啊。不是说要犯错哦？怎么样？哦、是这个样子，很可爱、啊。然后，所以你觉得韩寒比较可爱是个错误啊？有人说你比较可爱是个错误，我才是最可爱的。对啊 ，iCash 那个。嗯哼哼，但我觉得太外挂了，好唐突就没了那一段，好不屑，逻辑正确，当然，林先生说的没关系啊，他刚刚已经得罪我们是纯爱，我们才不是纯爱嘞，谁要纯爱呀、啊？可以不要忽然这么聪明。两个特技打一个特技、啊，怎么说都会得罪一方。当然啦、啊，是没错，当然啦、啊，很快啦。皮肤比较杂，一个都成功。大华哥最近留言越来越好笑。我前几天是看到什么，我觉得超好笑。是传说中的林先生吗？是哪一篇？是昨天那一篇吗？君爱打优的那个林先生。龟缸哎，那个好笑。金线的黑闪。龟缸哎，我感觉我也可以。龟缸哎，要这样。哎、欸，我最近要看。那你那什么关系？暗黑系没有啊，就是姐妹啊。看了一次，就是咒术。可以把我的心带走吗 ？Number One， 我现在特务更会模仿了。好、啊，我这样变成那个偷心大圣。香槟，龟缸哎。韩寒纯吗？纯啊，真爱的哟，是之类的吗？真爱的哟。谢伯承的浪上慢走慢走，路上小心。一山镇路上小心，当然路上小心。路上小心。哦，没事，我昨天都在你那边。汉娜，龟缸也是拔头的。卡哇伊汉娜，好像也蛮厉害的。
我今天换新的衣服，他袜衣很冷，我每个礼拜二要换新的，我现在觉得好紧。他哪是花吗？而且牙套超紧的，看不到自己礼物特效，为什么？不可以有杂念，好，没有杂念。超紧哦，牙套超紧，鼻子可以头在头，你的心会自己，你的心会自己，会自己回血吗？他哪是鼻子哦？是吗？比较合起来没那么快，好像蛮适合我这个咒语。鼻子鼻子，哈哈娱乐。然后比较合起来，没那么快。你们会讲那个胀的日文吗？對啊、我很想学、欸，我一直学不起来。但能不能讲？我同学说，什麼是什么梗吗？我没有 get 到。先学会胀的，多看一次就不见一次，什么意思？学起来，我现在要学起来。哎、欸，我也怎么怕我会有牙套脸？看到特效，但是泡泡也是 BB， 我是 BB 哦、喔欸。你会觉得会不会我有牙套脸？有可能哦、喔，我那时候已经劝过你。好可怕哦，韩国歌。这里面可以做什么？就是、好久、哦、好久是哪一首？逃不出。谢谢虫的紫谱的守护灵，我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嗯、你们需要给我一点提示。对。谢谢娱乐的香槟 level one。我马上来。谢谢。魔法少女是什么？谢谢。我好像知道，但我想不起来是哪首歌。谢谢娱乐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娱乐。那怎么念？到南部弄假牙，好挤哦！是哪一首歌？啊？没听过。韩国歌。啊？再一次，再一次。到南部弄假牙。我怎么会知道？你可以唱一下吗？幻女人。什么？马猴小舅。幻女人。坏女人什么？那有人要帮我，就是帮我翻译一下那个藏的日文吗？就是我没有办法，我的那个音听，我的听力不好。藏是开了进不去，对对对，那个藏，那个咪的那个藏，一串的那个，好挤啊！是八姐姐说那什么，到南部弄假牙好挤是什么？坏女人，这是谁啊？什么意思？这是什么？谢修哲的质朴的守护灵，我等下来念榜喽。打开 NHK 的新闻听力就副歌。我还是没听过，我以为是你介绍给大家的。哎、欸，我真的没有听过、欸。X 的白气球，谢谢。X 的大声说爱你，谢谢。我真的没听过哎、欸。但是这首我也没有听过这首啊，这是很久以前的。Man's Stories， 我真的没听过哎、欸。FT Iceland。这样念吗？熊熊头上有蝴蝶结，这熊熊头上有蝴蝶结。哎、欸，我真的没听过哎。熊熊头上有蝴蝶结，有更多描述吗？学生时期超红，没有听过哎。Island， 我知道南部弄假牙是一个梗，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梗。哦，没有没有，就是他召唤那个头巴里。就是他召唤那个头巴利的时候，他会喊的一串的。能不能加油？有人听出来吗？是姐听不出来。哎、欸，我怎么在迪卡上面找？我怎么找不到、欸？对，空耳像，但没有听过。谢谢西西的香。我知道这个梗，但我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狗卷的那个下坠吧，还有那个。哎、欸，我真的第一次知道哎、欸。那个。原来是这首歌哦。你给喽。五藏的日文是什么？你给咯，很帅，谢谢九丹的真情告白衣，没看帮不了你没关系。所以你的牙套是南部的吗？不是哦，不是哦，狗咩狗咩，不是。谢谢幻影战士的带我去流浪。两岁代沟好大，没有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没有在听。
所以就不知道。啊，其实我也不知道那牙医其实不知道什么意思。关羽的日文是什么？关羽的日文是什么？你居然也不知道。谢谢，这是什么？没看到，就是那一只。我的牙齿好酸。谢 X 的甜蜜爱心，谢给哦，谢给，很可爱耶，谢给。老师还在上课啊。都会就是不能吃太韧，就是太韧，然后太硬，太难咬的东西，因为会很酸，酸，很酸，吃到柠檬一样酸。你有看周树吗？没有。但我知道那个他叫什么老师吗？コロ先生。コロ先生是啥老师？コジョ先生。コジョ先生的眼睛很漂亮。因为我对画风还好，当然我对画风还好，但整部里面就什么怎么念，反正就是那个老师，对，我可以接受。没看跟大家画代沟没关系啊，我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但你好像不太好，没关系，我走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老公，我老公是安石啊。我老公是安室。好的，有啊，我在放那边。谢谢哈六上的浪漫玫瑰。夏凯是龟。我最喜欢正在听，我就喜欢可可爱爱。对。听久日文样子。这样就不能出来梗。没关系啊，没关系。哎，所以出来梗是什么？真爱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手势。好、哦。是那个。拿着刀的。OK。失礼だな。真爱だよ。ありがとう。好宅哦，好爱哦。好了，我来念榜了啦。明天再聊，明天对吧？明天。明天再聊。Shake。没太空。哎。失礼だな。谢谢思琪的告白气球，大家好好播啊，我们就可以安安静静好好的播了。谁才想安安静静？谁是安安，谁是静静？两只龟就是想安安静静，谁是安安，谁是静静？安安是我们的，静静是谁？学那么逗趣，你们为什么可以想安安静静的吧？只能说寿司呀 ，check 安安静静，你大口。还有个什么海苔哦，直播辛苦了。大家知道安安是谁啊？我要配合一下那个梗可以吗？大家可以配合我演出一下吗？谁是雨晴？谢谢伯承，说不定就很静静哎。在那边说拜拜的，好哦。第九名是九大仙，哎，有这里小鸡整套都还有，真的假的？第八名是邻国，我觉得那个超帅，木木的那个画的那个超帅。第七名是阿希拉，谢谢阿希拉。所以安静是谁？安安是谁？静静是谁？我在说冷笑话。我在说冷笑话。谢谢。你在？我就一个人想，就一个人静静。谢谢包子。静静是谁？你们为什么可以只想着静静，不想着丽丽？为什么在我念榜的时候，有人一直在那边歇斯底里？第四名是 Dakin， 谢谢 Dakin， 谢谢。第三名是，第二名是欢迎教师，谢谢欢迎教师，谢谢。第一名是 X， 谢谢 X， 谢谢。好的，哦，一直好痒。我不能擦笔尖，是不是？嗯哎，那我比较好。对啊，戏演到底会不会抢？念榜的时候歇斯底里回去。有种冷掉地的梗，很的，没关系啊。我就人就很，人就很梗，梗就很。昨天就是林果。因为今天不知道什么时候哎、欸。哦，谁吗？不知道，我没有东西可以讲为止。感觉应该有东西可以讲啊。
想跟大家聊天。炫耀友谊 ，OK， 我应该是没事了，我只是吃太咸，好瞎的。你的冷梗，就是吃太咸而已。你讲这些都不怕冷了？不会啊，我现在够热情，就我的梗也是热的。哇，我不会突然眩晕到。那你就可以。好，寻路。冷梗，梗梗梗梗梗梗。Check it。梗梗梗梗梗梗梗。Check it。我是电锯，梗梗梗梗梗梗梗。看医生。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Check it。我滴了清，嘿，好像一把六一天开，六开胸，开始六一天开，六六胸，更，现在还有一个音，记得，谢谢 CKU 的梦幻泡泡，天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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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强天强天强，你们也会眩晕哦，千万不要轻易尝试。挽回温度没关系，我够热情，就还要保有我跟你们的温度。你们爱我是有温度的。他唱错了啦，我们唱一样，他唱错了。拜拜。千错万错都不是你的错误。我们唱一样哎、欸，就是他唱错啊。拜拜。我现在贡献了大量心情，当然。今天好看，跟咖啡文青唱的。对啊，我大概不适合文青，因为开口就破了。你不属于我。谢谢 Jacken 的告白气球。谢谢小小的滋补的守护灵。Jacken 是不是现在住在莉莉啊？感觉 Jacken 很常在 po 莉莉耶。的理由啊呜，可能也是便宜，是哑了。艾迪，你现在觉得没有你的事了吗？你有没有偷偷刚偷偷去看韩寒？去隔壁说完拜拜就回来。好，艾迪，好。对啊。礼拜六要去小仓，大家的家里最温暖，谁是家里？家里在这。好，没有说话，大概都去了吧？什么意思？谢谢圆滚滚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圆滚滚。我去挽回我的狗狗，好啦。热射球以后，这种感觉会很嗨。大家有没有莉莉的周边可以带去发？反正可以顺便。安利一下，没有没事，对不起，没事。还有那个之前生日应援物，应该可以发一下吧。安利，然后不要，我家小偶像蛮香的哦。谢谢幻影战士的带你去流浪，而且主场一下隔壁。好 ，Andy， 好。现在什么都没有，没关系。我们可以慢慢入地坑，竹中大型海教场，咻咻咻咻咻咻，谢谢中影的钟情玫瑰，好，关了那位置大爆唱哎、欸，对啊，关了的那位置大爆唱，忘记狗狗说你一直大爆唱。属于我的懦弱，是爱过，更舍得放手。我要移过去。移过来一点哦。这个椅子突然变好低了。有点难过，忘记去喊了。阿鹏鹏断钩了，下次赶快补钩一下。阿鹏鹏。反正大家都带很多只。应莉莉的 IG 克拉克纸板饭，然后跟学生姐买饮料吧。星期六回去等他。看你现在最有料的都是学生饭，什么意思？
狗卷是谁？夏天。谢谢。谢谢谢谢。那我们谢谢丽菜姐，谢谢。与我，属于我的 Metaco， 就叫你看一下了。哦，一起 Metaco， 没关系啊，我活在我自己的世界里。这么好看，你的声音，我就是这样。Metaco 好假呢，好假。约定，大树下的你，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雨，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我们如果有一次错过，不敢牵起你的手，原来这么寂寞，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下，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一眨眼，一瞬间，你说好就是永远不会变。我靠妹，你不理我啊？瓦卡梅，瓦卡梅是海带。瓦卡梅应该是瓦卡梅吧？我会讲错吗？有海带吗？乌梅，乌诶梅是什么？乌梅梅还是什么什么音调？梅。是心里捧的雨。哦。有在听？有啊，它很吵，不得不听。谢谢。阳光馆的带你去流浪，牵起你的手，我没有如果等待红线来的时候，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在身边的证据，闻你的呼吸。谢谢欢迎战士甜蜜气泡水。噗！如果可以，茫茫人海千年一眼相遇，月光下转身，那就是你。红线划过山桥，轮回的秘密，我挥霍运气，因为你，才让我背对命运。不害怕靠近了，伤心了，到底我们爱的有多狼狈，暴雨狂风也不想防备，爱了就爱了，只刻在我们泪光的约定，我开出了花。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只想拥抱你。小歌名，如果可以。一眨眼，一万年，留给我，别困住你。花子跟排气管牵在前面头是吗？我排气管，球拍这样的 cover 不要很强，不用，如果很可以，排气管。赌上世界的决定，还是要正常唱一下吧，虽然我戴牙套很难唱歌。谢谢明喵金鱼的和你一起，谢谢哈西上空班娃，谢谢中影的麦克风，突然正常不喜欢。如果可以，我想和你回到那天相遇，
让时间停止那一场雨。我以前一直不知道教早是什么，直到我看那个阿啾，就是那个图文画家那个阿啾，我才知道教早是什么。他不是有那个教招查询系统，然后他说那个教招查询系统是教招报名系统。一直低音可以多低，多低啊？机会女神今晚降临了，不知道。画的很真实，插了就去啊，叫他报名系，插了就会走。我又报名了六月，没插也是会中奖。谁查了就中奖了，是这样哦。顶楼加盖的歌，替代役啊？那为什么可以当替代役啊？为什么可以当替代役？女神今晚降临了，就我一个人，我不代表哦，要申请哦。替代役要报名哦，身体缺陷。当时是抽奖哦，家庭因素，有条件可以申请过程当。哎，那个替代役要干嘛？需要用力吗？一般的主歌。我算知道我们遗传谁了。哪一天我们就讲出来了？有一天会讲出。妈咪刚在呛。一般主歌，基本上唱整首歌肚子都要用力吧，可是用多用少而已。谢谢数学课本的啾啾你哦，谢谢，谢谢。写信かっこいいです。セクシーです。セクシーです。セクシー。哦，公务员送公文，非常方便，可以帮他查。堂堂拍板之类的。哎呀，那家里的独子可以用替代役，这么酷。社会服务。免疫不用当兵，哦，有啊，有，那个国中有替代役哥哥，替代役要当比较久，哦，是哦，是这样哦，我的单位不会叫招，哦，还有不会叫招的单位啊，我如果去当志愿役的话，大家就看不到我了。还要等到证明才能来哦 ，sexy， 挑战气球，不要，了解，谢谢栗子，不会哦，一三四个月大一，我帮你推过，行行行，哦，要当消防的，哦，好酷哦，教招就被叫我去训练，替代役也有分，我当时没有比较久，哦，居然。志愿有志愿的也有像一路要报名三期生吗？书审的照片有什么建议吗？我那时候书审的照片哦，我已经讲过我们长得很好笑，其实就是不知道哎，就就是可以化妆吗？谢谢哈塞桑的告白气球，谢谢哈塞桑阿里嘎多。因为我那时候其实还小，所以我有点不太记得到底可不可以化妆，因为我那时候蛮就是还不会化妆，所以我是交素颜的照片去。然后可是我那时候是传大头贴在圆一点点的照片，然后跟全身吗？全身也都是蛮好像是原相机吧，
好像是原相机吧，然后我就有点，我有点不太记得，但就蛮好笑的。哎，对啊，我有那个，我那时候11月生日会的时候有放啊，有放那个照片，好像可以化淡妆，那就化淡淡的，不要化太重，因为化太重的话，以后看会后悔。就像我刚进来的时候的那个妆，我看到我真的是那叫什么粉饼跟不用钱一样在抹，那个妆超级无敌厚哎，超像，你知道那个脸跟压到那个面粉里面一样白，我想说，我以前怎么会画出这么可怕的妆？重点是脖子跟脸的色差超重，因为那时候还不会太用化妆品，然后脸直接比脖子白了好几个色阶。谢谢明喵金鱼的和你一起。或是一起去访问哦，那你今天是可以讲金鱼？不要，你不要乱帮人家。自愿役偶像，资讯局当替代役哦，继续当兵，台湾应该会比一波当兵的差。神推莉莉。戴远一点的照片什么意思？远一点点，戴面具。对啊，真的是戴面具。杨雄，你都没有什么在出生，然后现在一出生就是出生在那种图呢图呢。到底会后悔提了几次啊？就会后悔啊。哦，我放在影片吗？照片墙没放，有吧？有啦，有放啦。有放啦，我看一下，我记得有放啊，有放啦，好像还在一家的旁边吧？在哪里啊？超级黑历史哎，没关系啊，我就觉得人还是要有点黑历史，但能降低自己的黑历史。像我觉得猎奇以前就蛮可爱的，就不太算黑历史，我的不叫算黑历史，图人爱金的之类的。在等面面开播，面面几点？九点吗？这个是黑历史哎，我要看看在哪里。我怎么找不到啊？落下一万年的约定，大树下的雨，红色围巾，手心里捧的鱼。有啦有啦有啦，有啦！我有放在照片墙里面啦。哭了笑了，除了你还是你，真的是很早哎、欸，真的、喔。可是那时候还是黑长直哎、欸。我前几天看到我以前跳舞的影片，我就觉得，哦哇哦，真的是以前哎、欸，超丑哎、欸，那个跳舞真的是好丑呢、欸。我们如果要一次错过，我只能说。就是，对，其实我觉得大家青涩的时候都蛮可爱的，就是不一样的感觉。现在是成熟的美，以前是青涩的美，认不太出来，就你们自己找啊。没人都是没有啊，我那时候说只能现场看，哎，给我收回哦，给我收回哦。不然你们就此生看不到，此生看不到我。我告诉你们，此生看不到我，以后都别想我再拍这种照片。此生看不到我，很丑，你们有没有搞错？丑死人了！有没有这么严重？当然啦、啊，很丑，很丑。虾妹，
轮到你们来说嘛，我哪里瞎？我一点都不瞎，可爱好不好？打造我就不要放出来了，你们以后都看不到其他黑历史了。哎，我们说好的现场看完就结束呢，你的审美跟我们不太一样。对啊，对啊，都不太一样啊，没有感官啊。一点都不可爱，不可爱！我就把它全部都典藏，你们就看不到。我们可是很努力拍每张照片，每张拍照，但不可以拍照可以啊，不可以把黑历史放出来啊。它都叫黑历史了。它不叫历史，它叫黑历史，就表示是不好看的历史。你还把它放出来，万一今天有很多潜在的糖糖在下的直播间，只要他们不讲话，你放出来吓死大家了。你这样把人家都吓走了，不叫那叫黑历史，不叫回忆。一次就一辈子，不顽固跟世界对峙，觉得连呼吸都是奢侈。如果有下次，我会再爱一次。不可爱，哎，你说想太多，是潜在糖糖，就是会退坑吗？还是就是他们真的会不想入坑？对，他们还没有入坑。潜在糖糖，我来背一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いらっしゃいませ，欢迎光临，蔡雅恩开播了。然后等一下我们这边就会少了一些人，投给报名表达孩子的一些建议。我不能这么快就把黑历史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好看的样子给后辈看。你一开始就给人家看最不好看的，那怎么会人家就会觉得很可怕啊？本家公司照不好看啊。会看直播不都已经在坑底了吗？是吗？看不过更想不会。好看的图看你发文就好了。对啊，所以看我发文就好了，不要这种可怕的照片。是，虽然好看，但这张不能投报名表。对，那张不能投报名表。我会再爱一次。刻在我心底的名字，尘封的位置，这样我怎么过一辈子？我很期待会不会有后辈进来，就可能说你推哪个前辈啊，然后有人说推力，那我就很开心。希望有力力推哦。谢谢单细胞极速浪漫女，谢谢单细胞。会拍成什么样子？头发名表一定要把头发染黑吧，把头发染黑，然后剪个妹妹头，然后化点淡妆。我是看长高精灵长大的，一家就是看长高精灵长大的、啊。期待上帝圣诞便当给莉莉吃。啊！可是大家都说林一啊、品涵、小迪啊，会有人说我吗？我这么呛。在起头的时候好像没染黑，没有啦，我说我啦，如果是我的话，
全身上的衣服如果没好好穿，感觉会后悔，真的。可是还好啦，我那时候穿什么？我那时候穿可爱的衣服欸，我那时候穿蓝色深蓝色的裙子配白衬衫，短裙，然后配短袖吗？好像是短袖。然后我觉得还好啦，就干干净净的最重要。谁顾家的身体？人家在问问题，不要把我的黑历史挖出来。因为黑历史魔鬼宣言不会啦，妹妹头是因为 S 头吗？不是，是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妹妹头，我从小到大都是妹妹头。你会说会吗？面试的时候穿超爆合身的 T， 对啊，超爆合身的 T， 那个 Rococo 的超爆合身的 T。我现在搞不好穿不下来，搞不好连要那个头发套过去都套不过去。你不是最强的，不行。对。可以啊，底下收来收去，收来收去，我对你收来收去。收来收去，这几年我的打拼甲认真，拢是因为你。花在胸中摇来摇去，摇来摇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半暝，希望月光带你转来阮身边。其实我最近在看我以前的照片跟以前的影片，就会觉得哇，我真的是变成熟很多耶，就是其实也没有过多久，但就是莫名的变成熟了。还低，对啊，这首真的蛮低的，但我还真的没有试过我可以唱多低耶。我想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很要你，想要你陪着我，只能等候。想来想去，夹不住哎。对啊，我没有刘海才用帽子，因为我不想夹刘海。夹帽檐，喊很专用的娃娃没关系啊，他不在就是我的。但怎么看起来有点呆？幸亏亏吧，幸亏亏，那就春红对面墙。我想要你，需要你，需要你陪伴我，好想要你，好想你，想要你陪着我。你的都为灯笼鱼要反过来夹，这样。我为什么要配合你们呢？不要被截图，我的黑历史又多了，真是的。深爱的野心，变化。推着你，推着你，还没入坑的莉莉也推着你。
感觉像黑历史榜排不上，不要啊，我就不要有黑历史啊，我要很好，很美，对，因为找到你，好想吃东西哦，我每次觉得牙齿痒就想吃东西。能有多温柔，黑历史多，这些都不是黑历史。还没吃晚餐，但我吃了一片千层，我吃了一片千层直播前，但我饿了，对不起，我好会吃哦，因为牙齿会痒啊，就是它在移动，那就会很想吃东西。觅食狗狗不行啊，我还在直播哎、欸，而且我戴牙套。疼的终究会离开，再爱的再伤的终究会遗忘，不舍的舍不得。综合水果千层。你要戴我戴牙套，我没有办法拆牙套。慢慢放下，谢谢听的戳戳你。没有手摇哎、欸，没有。花花跟你说没有，花花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花花都没有照着我想要的方向在走。来过，花花比较活泼。哎，我如果这样咬，我等下就头晕了，好不好？这花花也扛啊，对啊，只有花花扛，我没有扛。哎，我不是玫瑰花的特效吗？你看我也有花哦，我就跟花一样美。我懦弱却不会洒脱。你们不觉得？手摇的价格越来越不可爱了吗？都可以吃一个便当了。所以我最近也努力在少喝手摇，努力喝水，少喝手摇。美到开花，我就是花啊。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店员可爱就好。不对吧？如果是我的话，不是要店员帅就好吗？为什么是店员可爱？不过可爱的店员我也可以啦。是啊，你吃了一个了吗？啊、不行，一个人只有一个。不行。不行啊。你要吃的、哦。一人只有一个。哦、但很贵的手摇喝完也饱，可是我都会想要再吃点正餐。大杯特大杯红茶才15块，15块。这么快，这个要自己煮才有这个价钱吧？一周只喝一杯，我没有限制我一周喝几杯，但我会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喝饮料。手摇喝的是快乐，那我有点太快乐，我有时候一天喝两三杯。而且现在戴牙套就不太能一直喝饮料，太麻烦了。一年两杯不行啊，不行。我一天就喝两三杯，我喝无糖，但我会加料，就其实还是不健康。那你真的快乐？对啊，不要点料多，我没有料多，我喜欢料多，一天两三杯，对啊，没有料多，五十兰没有料多，一年两杯。我也好希望我们可以一年出很多张单曲。
那就可以一直握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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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一直认识大家，一直认识大家，一直认识大家。钓多要加钱，钓多不是取消？对呀、啊，怎么可以取消呢？你对这个，那叫什么？加料人很痛苦。不算什么，反正我却不说我多难过。有你的我，没有你的我，往后日子都得过。现在瑶瑶下巴很帅，没关系啊，我喜欢，我喜欢吃料。握手会只能少量多餐，可是这样可以一直看到大家哎。料多是什么？就是他料会帮你加比较多啊。胡思兰可以加，一直咬才有饱足感。没有，我就纯粹爱吃料。喝个水。终于多点爱给自己。哎呦，他正在漏水。刚刚吃过甜点，你可能吃了一包砂糖，甜分太高。嗨嗨，草莓酱，谢谢草莓酱的会员票，谢谢。薯条加饱，店长说这个月的薯条少了三箱，你有头绪吗？哦，但我比较喜欢吃小珍珠哎，因为我觉得大珍珠要咬好久。你有头绪吗？你有没有头绪？怎么少了三箱啊？就算寂寞分手也不要走。嗨嗨安，嗨嗨明丽，现在有很多人在播吗？好了三箱。我没有爱过，七啊，看看现在有多少人。哎，那其实蛮多的耶，是不是糖糖变多了？自己说，只是糖糖变多了，现在有148个人哎，居然。还洗不掉那些温柔，不要留我，就让我安静静走。安静静是谁？为什么他会陪你一起走？真正的英雄就是放我6块鸡塞7块的猎人，这是装错了吧？这不是英雄吧？好想吃大肠包小肠，突然很想吃大肠包小肠。对啊，有小花，小花，小花是柯基耶，可爱的小花。嗯，对，西门那家的。还想吃什么？啊，我都想吃，想吃麻辣烫，想吃麻辣烫的日包蛋跟鸭血。想吃，不行，李丽丽你太胖了。我就真的被你拔牙入坑，为什么拔牙可以入坑？拔牙有什么好入坑？拔牙缺牙很好笑哎。大仙奶还好，大仙奶有点对现在来说有点太油。对，我想吃咸的，烤马吉我想吃咸的，哎你认识？什么都叫一些满足自己。小小娱乐的啾啾你哦，小小姨，耶耶！我刚刚讲什么啊？我忘记我要讲什么。哎呦，我刚刚讲什么？忘记了。哦，对了，大家如果去那个，我们这周不是要去小仓吗？大家记得不要吓到他们哦。虽然我觉得你们应该很快就聊起来了，但大家不要吓到他们哦。
你说我们要快乐，这东西没有，我要讲那个族中，所以族中是男生比较多，大家不要吓到他们哦。真是为我，怎样算吓到？我就会被他们吓到。全男生哦，哦男校哦。那是男校，不是，不只是男生比较多，所以没有女生哦。女中才是女生哦，独中是男校，所以全部都是男生，都没有女生哦。嗯，女偶像的魅力。男校一堆奇怪的人，为什么？蓝熊怎么讲的一个男校有女老师哦，所以没有女学生啊、哦？我以为有女学生呢、欸，没有，我怎么好像有看到有人截图，然后标注我说之前好像不知道什么谁请啦啦队来，然后结果族中的学生看到流鼻血，亚历山大，亚历山大。有的伤，族中音乐班好像有女生哦，是这样哦，好事都在别人学校，娱乐赶快跟学校说，太重要了。看着还是一个人，不用怕没有尖叫声，哇哈！我一个没有忘记那么爱我的你，给我一个没有忘记。男同学最期待的时刻，没有放弃我等你的真心，有些爱越像抽烟，却越更清晰。我的男同学最期待的时刻，谢谢婆婆的啾啾你哦，我不敢比耶，我怕把它变掉耶、yeah. 族中的学生是族女看啦啦队啊，女生最喜欢的男生最喜欢的偶像，通常都是这样吧。一群女偶像，感觉就很还会吗？那大家记得推坑一下哦，谢谢米菲啾啾你哦。谢谢，赶快推坑你身边的人，不要说是莉莉拍来的，你就说哎、欸、那个金发的蛮可爱，你们可以看他一下。我想要秘书进体会馆学校吗？那怎么跟陌生人推坑？我也不知道哎、欸，不然你问问看其他粉丝们，大家怎么推坑的 ？IG 账号在背后，不用啊，你就把那个、啊、手机壳后面贴个 QR code， 它可以扫那个，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就是那个就是追踪一下哦。
读者，其他声音情人，哇，那感觉嗨起来是蛮可怕的。是你的牌什么意思？他说：“哎，我最近看到一团人，好像蛮厉害，唱歌跳舞都好。”谢谢虫的，做你的喵。谢谢，不要把时间置换成我 IG， 不要。居家女友牌哦，哇，居家女友牌里的哇哇，唐坑的实名制。就人家如果有问的话，你可以就跟他说一下这样。来看啊，来看啊，地主那个又跳舞，身体真好看。哈喽哈喽哈喽，到处走叫人家追踪 ID， 谢谢圆滚滚的带你去流浪，谢谢圆滚滚，谢谢。直接转发追踪 ID 到现状，此测有成功推坑过，哇、哦，真的假的？居然啊，推是推到立坑吗？还是推到那个绝坑？谢谢羊圈里的鹿的香槟 level one。你不觉得他们很坑？什么意思？谢谢中影的带你去流浪。我要我生活心中开扬起你的花火。今天发的文很棒，我要赶快把那个特务发出来。好的那一个我。我真的很想要常常发文，但我每次那个照片都会很奇怪，就是没有同，就是一致性。那是什么？那耳环有保护很多用，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它就那么小颗的毛球。为了你闪烁，若彩虹终究蒸发成化为泡沫。我愿做你世界里那最倔强的执着。九九发也不错，今天真的质量超高。当然，因为不是我自己拍的，不是我自己拍的，质量就是质感一级棒。不是我自己拍的，质感就一级棒。这些手上全是自己选的，对啊，自己选的。请别人帮忙拍的，今天的超好看。请别人帮忙拍的，不是自己拍的，不是自己拍的就特别好看。为你找到更好的那一个我，幸福像星火，一点都足够燎原尽头。自己拍的也很棒，是不是？自己拍的挑剔自己。现在有回来，到底是不是腹肌？它是假的肌肉，就是，对，吸气才有的，对，它吸气才有，这样算假的肌肉吗？没有啦，就是我没有特别在练腹肌啦，但就是可能跳舞，就是你知道还是需要腰这样，哇，对，日常支出要多一笔摄影费用，会多一笔social费用，谢谢人家帮忙拍照。不是都不是自己拍的吗？没有啊，有些有时候是韩寒，有时候是品韩、啊、之类的。五秒腹肌，对，只有五秒的腹肌。跳舞厉害的人才有这十一只鸡，可能因为我就比较喜欢跳舞，对，可是他就不是那种很厉害的，对。女生是不是练不出方块呀、啊？先交汇的瞬间，
去。Q 拍的是不是很棒？对不对？可以可以，但是要更努力。十一字比方块帅，我也觉得，我觉得方块很帅。不是不是不是方块很帅，十一很帅，就是看起来有线条。我觉得有一点线条就够，我们不一定要练到很厉害。就大家都是那几块。对啊，女生方块不好看，那个我觉得有。妈呀，我觉得我没关系，我不用特别追求肌肉，我比较追求，对。对，我这个人比较爱吃，所以我只要有吃的开心最重要。我喜欢十一，对，有线条就够。那画好像也不错，这样画着，但就可以继续吃了。明白明白，对呀、啊，要十一号公车，对、啊，而且我很常走路哎、欸，对我就是一个喜欢，对对对，我可以接受走路，是不是长痘痘？对呀、啊，对呀、啊，长痘痘，很大颗的痘痘，还很痛。走路会听歌吗？会啊。都听 Puzzles 的歌，然后一路往下放。一次再一次，你慢慢的靠近，我触摸着生命中的注定。这戴牙套很难唱歌哎。杰林会唱歌吗？当然不会啊，我只会听歌，我不会唱歌，我不会边走边唱，除非都没有人的时候，那还是不太会。请问你是丽什么？不是不是不是，我不是丽子。不会想唱吗？没有啊，就是听听，对，听一下这样。就是会沉浸在音乐里面，但就不会唱。唱得很尴尬，如果被听到的话。想知道你心里在想什么，口是心非却又不舒服。是我的温热。要唱什么？害怕？哇，剩三趴哎。对，给猫咪在才会唱，没错。我去帮他充一下电，顺便去上个厕所。但感觉差不多了，已经两个小时了。没有人，没有人。今天没有赌，没有那个代打主播。
左边那个黑色是什么？什么黑色？哪里有黑色的？这个吗？就是椅子啊，是椅子。哦，还是这个啊？李彩杰乱丢的脚架，因为他刚刚播完，没有办法把它归位。泪流满面。睁开了双眼，没有啊，反正都差不多了嘛，没关系，还是可以再聊一下。跌跌撞撞的旅行，该吃饭，肚子饿。现在吃饭时间都超级奇怪，没有要去叫大肠包小肠，没关系啦。而且他人家也不一定有外送。最近有什么有趣的吗？就是我又买衣服了，没有买衣服了。而且他其实是一个少女的牌子，对，他又是那个集团的。但其实你知道这种衣服都特别的紧，但我就很可爱啊，我就想买啊，就算他穿起来刚刚好，我还是买了。就是我很爱的那一家集团的其他牌子，它是专门做给青少年啊，但我不想要破梗哎、欸，我不想破梗，之后再给你们看耶。刚剁手吗？对呀、啊，对啊，我就想穿。一尘不染的真情与你相遇。哦，他没有 OOT， 他只是一套。谢谢阿 Kia 的啾啾你哦，还是很可爱的衣服，它是一套的，之后再跟你分享。那双翼遇见你的注定、哦、谢谢雨乐的香槟，谢谢。对，我就很想给大家看，但我还是决定不要破梗。有机会再跟你们分享。他真的很可爱，超可爱，而且是我一直很想买的。对，谢谢。出现在我的青春里，谢谢。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感觉就很适合。不要太期待。不然我每次你们太期待，我没有，就是都会觉得还好。噔，哎，居然两个小时就有700多个赞哎、欸，好难得哦、喔！等待小的照片，我输回一点点。大家都很会讲话哎、欸，大家都很会讲话。大家喜欢的话，可以多多帮我分享啊，因为只要这个都有数据可以看，就是大家珍藏啊、分享啊，都可以看。所以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多多追踪。可能大家太想总裁那个全身照，后来觉得搭的不好看，所以感觉应该不会有下文。我觉得他可以搭的更好，但我觉得我那次没有搭的很好看。真长比较有用，是哦。对，我会看洞察报告，大家喜欢的话，其实蛮快的。现在有710个赞，然后60则留言，60则分享，50则真长转发。比较为什么花花在这里？因为我把它拿来呀、啊。没有没有典藏是珍藏，对，我就是很喜欢看数据的，对，所以大家如果喜欢我的就是照片的话，可以多多分享。但这个数据已经有比以前进步很多了，因为以前可能就是个位数的分享之类的，转发会多一些非粉丝的流量。哦，是这样哦，可爱，谢谢。
说好不被数据制约，但我现在已经比较还好了。我现在比较是就是轻松的在看待这个，对，虽然我也很希望就是好看的照片可以多一点。不然看看现在最厉害的是哪一篇追踪数，我来看看。但现在已经数据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追踪，看哪一篇最厉害？哦，哎，居然是那个，哎，居然是那个 Bellavita 的那个回眸的那个，哎，加了二十六个人呢，就是多了26个追踪，居然意外的。然后还有那个人，那几张还是群众，是要来要帮我定期的。但我是用一年的，去年一整年的。他特务就会破纪录。对啊，然后接下来是那个成人式哈塔吉，那个成人之日的那一天，20个追踪。然后接下来就是企鹅。欸，这个居然也这么多，夕阳制服也有18个，欸，好意外哦，喔。意外的某些意外，某些我原本没有要发的。我跟你们说，这真的很奇怪，每次我没有想要发的照片，它的赞数然后跟赞数跟追踪数都特别多，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很奇怪。就是我很有自信很好看的照片，大家反而觉得可能还好，就没有这么吸引。但通常其他照片就会大家怎么会就是多这么多。对，我真的猜不透大家的想法，我也猜不透演算法，欸，就是莫名的这些照片很高，欸，就是跟我预期的不太一样，就每个人感觉都不太一样。我就觉得很无奈，就是为什么我每次跟大家喜欢的那个喜好都不太一样。演算法真的就很难琢磨，而且那个夕阳制服的真的蛮意外会多，欸，就是我就只是在排墙拍，然后还蛮多的。来看看暗战次数，哦，暗战次数现在最高的就是跟韩寒的那个网球那一次的双人，然后就没有再更高了，欸。我这一阵子的战术都不高，不知道为什么。有跟韩寒的战术都蛮高的，最近大概都走1200，很少上到1300，不搞不懂演算法，可是。也蛮不太一样，就是照片喜不喜欢，我觉得是追踪之后的人滑到的当下对这张照片有没有经验，够经验才会按赞。然后追踪的话是在所有人的那个叫什么列表里面有没有特别突出，可是你追踪多不一定按赞数多。太容易被洗数据。都发有个记录全爬，希望欸。那组表情很赞，是吗？网球太好看。库里，看不到。库里是不是看不到？好吧，看不到。库里，很多次看过就算了。对啊。那我看储存次数最多是什么？储存最好懂，储存就是有腿就会储存。储存是我觉得最好摸透的，有腿就有储存。
太美了，这那个镜头这样这样，真的像海带条。你低头拆信，想知道关于我的事情。笑死储存，对啊，珍藏，对对对，储存就是珍藏。分享次数的话，哦，有 cover 的次数都比较多，像之前那个一起唱歌，如果可以那个唱歌。哎、欸，为什么这个会多啊？睡衣的那个也蛮多的，杰拉 PK 的那个睡衣也蛮多的。哦，台南的分享次数也蛮多的，为什么啊？贝拉维塔的那个也蛮多的，好意外哦。然后我真正觉得好看的和服，然后反而不多，为什么？我觉得很懊恼。有时候的随手拍反而比特意去拍的还好。转发那个标记品牌，那个 Jella PK 那个有，还有那个 Bella Vita 拍衣服的那个，那一篇也有。其实我觉得有时候还蛮好玩，就是研究它的演算法到底是怎么样在运作。欸，可是那个也蛮厉害的。欸 ，Flippers 居然有那个那个松饼，居然有62分享。今天的才几个小时，才两个小时已经60个储存嘞，60个分享，其实蛮厉害的。对不起，我喜欢研究这个没有很有参考价值的东西。原来很好懂衣服，对啊，你哥就是很好懂。品牌追踪的分享啊，有可能有相关也会被你流量顶来。是啊，偶尔研究一下，不要把它当太往心里去的东西，就比较轻松，就是看看，觉得蛮有趣的。电影台的。对啊，今天是我很满意，然后发出来也不错，回响也不错，但就很这种就是特别找人帮忙拍的啊。你研究的感觉像人家在研究股票，我也觉得，欸，我有点太认真，对不起，我做什么时候太认真？谢谢 Draken 的真情告白，今天的风格跟之前不一样，我在想我的风格是不是受众太少了。我是不是应该换一种风格啊？但我蛮喜欢我现在的风格啊，就是自己喜欢，结果大家不喜欢。而且我一直觉得版面好乱，可是我觉得偶像就是要多彩多姿的生活啊。谢谢博成的小代笔，谢谢。直播中发文，以前要像人像摄影，这样人像是棚拍啊，不一样。自己喜欢小朋友健身房，可是我也蛮喜欢这种，可是这种就是没有办法这么没有办法这么常做，它只能是偶尔的特别的照片而已。颜色饱满程度，哦，对对对对对，其实它原本颜色更饱满，我还把它调低一点，不然它在我的版面会很奇怪。所以我第一张调特别低，我后面就让它比较有原本的感觉。可是那真的是相机比较好，真的是相机比较好，才有办法拍出那个，跟不要套任何滤镜。换风格要思考，对啊，就做我自己想做。我蛮喜欢现在的样，那个蛮喜欢现在的 IG 啊，只是常常被大家嫌弃而已。暖暖的，对啊，我也觉得，希望这个可以多很多赞。换风格和新鲜感，真的。考虑买相机，后来考虑的怎么样了？后来身边的人都叫我不要买相机，因为相机就是个大坑，而且
而且会不会拍很重要，所以我的解决办法是请会拍的朋友们帮我拍，耶、yeah ！反正他们都有专业的相机了，可能请他们吃个饭之类的。没有，因为真的，对，我需要的是别人拍我，因为我买了相机，我只能帮别人拍啊，我主要是需要有人帮我拍。对，就是专业的朋友帮忙拍的。不然你们觉得我可能拍出这种照片吗？当然不可能啊，那个眼神的位置跟就是整体的感觉，当然是要专业的才有办法、啊。毕竟你是被拍，不是拍人。对啊，对啊，就是，嗯。IQ 拿下不行，然后就换买 iPad。对啊，所以我换买 iPad 修图、剪片，对，这些我可以自己来的。早安，刚下课。嗨嗨，阿红，辛苦了。栗子专业模特，栗子蓬蓬，对啊，我需要多一点这种专业蓬蓬。心动的线索，我觉得你这么好看，不专业也可以拍得很好看。把它给 Q， 不要 QQ， 有更多可以培养的兴趣，不要不一定要帮我拍照，除非他真的对摄影很有兴趣，才会我可以当他的练习，但我们不要特别强迫他去做这件事情。Q 弟还蛮铁器材，不要，他们可以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啊。我们不要强迫大家，像大家拍照也是因为喜欢我们，觉得我们很可爱，想记录下来我们每个可爱的瞬间才买相机，或者是原本就觉得摄影很好玩，然后就想拍一拍美美可爱的偶像，像我们这样，所以就是对拍照，对，我是不是很会讲啊？好厉害哦！谢谢 Popo 的真情告白。而且你知道我的饭拍，就是我饭拍算蛮多的吧，算成员中蛮多的，特别多饭拍，我就觉得很开心。我也喜欢看到美美的照片。走过，嗨嗨小香，谢谢博神的好多闪光星星，谢谢。说谎都很透明，谢谢小翔的看好你哦，谢谢很多的风罩，谢喽。我就拔牙，没办法，我就拔牙。常常都不专心看别人，常常都很认真帮我留下美丽的瞬间，美丽的瞬间，很谢谢大家。我看不拍多点也难，没有啦，我觉得我自认觉得我是一个非常非常难拍的人，因为我洞很大，然后又很常有崩照，所以我觉得大家能帮我拍出好看的照片真的非常厉害。嗨嗨鹿哥，怎么了？为什么要头痛表情？我觉得大家很棒啊，而且大家都很有心帮我拍照，你知道怎样的照片最好看？带着爱的照片最好看，所以大家拍的饭拍一定都是最棒的，是不是？是不是？米娜桑说是不是？明知你不在，还是会问空气。可是还是需要修图，当然需要修图啊，修图就更需要用爱好好修了。是不是被说到心坎里？你说难拍照了吗？难拍照的部分吗？对呀、啊。你保存多是一本毛衣，也为你准备多一层。但是，好啦，我们是不是差不多要念榜了？哇，我也播了两个半呢、欸，怎么那么久？多留一分，差不多要念榜啦。你一个人，个人在人海浮沉，
怎么说？风雨的时分，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接受这世界的残忍，我不愿眼泪陪你到永恒。会播比较短吗？应该会哦，应该会哦，播比较短。像是空城，对啊，一小时。和笑声。希望不要再被主管。这样快乐些例子不会哦，感觉今天很开心，我也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就不知道，可能照片有获得很好的回响，我就很容易满足耶，就是我只要工作上被认同，我就很开心，我就对，我觉得我是个执着工作仔，我只要工作上被认同，工作上被称赞，工作上的数据很好，我就很开心。就是像大家都称赞这次我的照片很好看，我觉得哇，好开心哦！对，就是对，要称赞工作，也要称赞本人。就是好，先叶璇，好，晚安晚安，叶璇小心哦。就是不知道哎，我只要大家称赞我好看，然后称赞我照片很好。然后或者是进步了，就比如说今天有表演啊，然后进步啦、啊、然后就觉得我很闪亮啊，这种我就会嘿莫名很开心，对，我就很好满足，我只要工作上被称赞我就开心，对，我就有点工作狂，就是我好像所有快乐都要从工作上得到，就是也不是说所有快乐都要从工作上得到，就是如果今天的这个东西有达成我要的标准的话，我就会觉得很满意。就是不知道，我觉得我可能我的标准比较高，然后我很难得能达成我的标准，所以只要有任何一次达到标准，我就会觉得我今天做得很好，很棒。对，但我很难得会有这种想法。对，我需要一些朴实无华的快乐。像是购物，不要再购物了。对，可能需要一点点成就感。对，需要大家适时的赞美。对啊，我今天很开心耶，可能因为特务被大家称赞，我就很开心。就是，对，工作上吧，工作上，因为毕竟现在都在工作。然后只要工作上达成我希望的目标，我就很开心了。因为我常常觉得在我没有达到我的标准，我就会觉得很难过，或者是心情不好。但我只要有达成，我就会很开心。那今天有人说会觉得你表情很呆，不会啊，我觉得很帅啊。不然我就长着呆呆脸啊。我就长得呆呆的，没事就夸奖你，可以啊。哎，好啦，就我本来就不是走这种风格啊，但我已经尽力做到这个风格，我可以做到最好了，所以多多称赞自己，一直抄啥的好吗？就有点辣，辣！麻油的蛋是麻油，麻油老师吗？还是什么意思？望着星空，我要把你们一个一个。打包进糖坑，今天是特务，要把你们心偷走，放在糖坑。麻油的舞蹈老师很严格哦。哦，怎么会突然讲这个啊？差不多要念吧，我觉得我帽子戴太久，头好痛。
但蛋额头就出来了。特务要守护唐坑这个商业机密，我需要把大家带入唐坑。我走靠近，戴帽子会头痛，可能比较紧，因为我戴比较下来，因为我想要遮我的额头，所以就戴太紧会头痛。嗨，对，我们有一起练习跳舞，对，马友老师教我们跳舞，马友老师有教我们跳。先利用侦探才能查到地点再偷走，什么意思？不然跌进唐坑就爬不出来，就不要爬出来呀、啊！好了，我差不多来念榜了。他开始在害我的头很痛了，这个帽子。一夜的星空，其中的温柔，回忆你的笑容。好啦，来念榜啦，念榜咯。第一名是圆滚滚，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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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今天是我跟面面的照片呢。圆滚滚是不是有去看面面啦？是不是？是不是面面抬弟弟抬两边跑？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圆滚滚，你的头像两个都是圆滚滚哎。很圆的，很圆的，很圆的，很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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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第一名的圆滚滚，谢谢，谢谢圆滚滚。第二名是 Ting，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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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第二名的 Ting， 谢谢，谢谢 Ting。怎么哭哭脸？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哭脸？不要哭啊！不要哭，至少你和我记得很清楚。爱是为彼此祝福。谢谢第二名的听听，怎么了？为什么要哭哭脸？是因为我今天没有吃白饭，所以你哭哭吗？谢谢第二名的 Ting， 谢谢谢谢 Ting， 谢谢 Ting。第三名是数学课本，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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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谢谢数学课本，谢谢。真写真写好正，当然了，我有不正的时候嘛，不正就会歪了，歪歪歪歪歪。你的脸，我今天太整，超喜欢气质丽丽，我什么都好看吧，只要是有丽丽都好看呐、啊，是不是呀、啊？有丽丽都好看呐、啊，有丽丽都可爱呀、啊。谢谢数学课本，谢谢谢谢第三名的数学课本，谢谢谢谢数学课本，看看。鼻子好痒。噔噔，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对不起。第四名是思豪，谢谢思豪。无视禀报，下次一定，拜拜。啊，为什么？为什么没有视禀报？你可以说深写的丽丽好正啊，然后。今天 po 文的咖啡店丽丽好好温馨啊，好香啊，对，我都帮你想好了。谢谢谢谢第四名的四号，谢谢四号，谢谢。
谢谢第四名的四豪，谢谢，谢谢四豪。第五名是林果，谢谢，谢谢林果。各种业配限动，所以要那个业配是一包吗？对啊，风格突破，我真的平常不会穿这种衣服哎。虽然我妈也希望我当辣妹，但我就不是辣妹啊，我就怕冷啊，当不了辣妹的人。想要业配，反正那个咖啡店来就尝上一口，就销量稳稳的吧。希望可以，就是当一回很厉害的人。希望能当一回很厉害的人。不会，上一次那个叫什么泳装就蛮厉害的，对，蛮厉害，已经当一回蛮厉害的人了，对，希望这次可以维持上一次的蛮厉害，对，加油，李丽丽加油，我会好好就是好好分享，好好就是你知道，让你们觉得啊不买不行啊那种感觉。可是你们会不会看我 IG 发的照片就看够了，然后就不想指定一波、啊？会吗？会不会默默就不想指定了？好啦，谢谢林果，谢谢第五名的林果，谢谢。第六名是包子，谢谢包子。聊太高兴，忘记变啥心得，完蛋，头痛就不用打了，没关系啊，我还是可以看呢、啊，我还是可以看呢、啊，头痛什么的，痛痛飞走，飞走。谢谢第六名的包子，谢谢包子，谢谢第六名的包子，谢谢。第七名是中银，谢谢中银。哎呀，不买任何东西，我会买爆，大家都要买爆。这么香的栗子不买爆，你下次看到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谢谢第七名的中银，谢谢中银，谢谢第七名的中银。第八名是单细胞，谢单细胞，谢。嗯，怎么是紫萱？怎么不是涵涵，也不是我？为什么单细胞？为什么头贴是紫萱？应该放我或涵涵呢？只有我这样，我才不会失呀，是不是？ Yeah. 谢谢第八名的单细胞，谢谢。第九名是幻影灯饰，谢谢。绿寒生写进在购物车，等不及业配，赶快下单呢、啊。姐妹都感受力会要解决去浪的糖糖吗？我要怎么解决？我不就只能每次都讲一讲吗？但讲一讲也不会有结果。谢谢幻影战士，谢谢第九名的幻影战士，谢谢幻影战士。第十名是明妖金鱼，谢明妖金鱼，谢。怎么现在唐哥现在唐哥现在比较太简单，因为我不知不觉妈妈先进去了，欢迎恭喜噔噔哎，那个叫什么？颁奖音乐是什么？是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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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吗？是不是还有别种？恭喜恭喜恭喜！帮你放那个放炮庆祝！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恭喜恭喜入坑，欢迎常驻立坑哦！常驻一波！谢谢第十名的明亮金鱼，谢谢。第十一名是娱乐，谢娱乐，直播辛苦啦！对对对，他真的我真的。不然不行啊！现在不然立下山加油！谢谢小娱乐，我会好好加油的，好好圈饭圈一波，圈饭！谢第十一名的娱乐，谢。第十二名是冲，谢冲。你看，你还是看可爱的你。那我带上的钱包还是抵不过天使的利益。对啊，当然要买爆啊！难得的主题耶。礼拜四开播时间到不了，没关系，那可以来签到，然后再补档，不要断钩，起码不要断钩。谢谢虫，谢谢第十二名的虫，谢谢虫。第十三名是博春，谢谢博春。三月二十号生日的博春，之后再跟你说生日快乐。我们需要把它，就是生日快到的时候再唱生日快乐歌。好，希望
也祝韩寒生日快乐。还没啦，还没那么快啦，下礼拜才韩寒生日哎。但是呢，看到两个小蛋鸡嘞，小蛋鸡嘞。谢谢博成，谢谢，谢谢第十三名的博成，谢谢。第十四名是泡泡。接下来我需要文青跟间谍系列补充，文青系列跟间谍系列应该都还会有，对大家请慢慢期待又香又好看的照片们。谢谢泡泡，谢谢，下一下第十名的泡泡，谢谢。第十五名是阿生，谢谢阿生，谢谢主持人，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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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早点休息，我会早点休息的。谢谢第十五名的阿轩，谢谢，谢谢阿轩。第十六名是 Draken， 谢谢，谢谢 Draken， 已经默默的快要神推莉莉的 Draken， 我知道，因为 IG 被莉莉已经就是对，都是我的照片，所以我觉得你慢慢在快要神推莉子了。没有，只是拖更而已。我来看看，我来看看，有吗？有吗？打开窗，你会看到悲伤融化，为你失去理智，为你写诗，为你静止，为你做不可能的事。我要去买啊，特比泳装厉害。今天好阳光，好正面。我现在在努力朝着一个正面、开心、正能量的偶像迈进，我要好好努力的，对，给大家正能量。下次看到性感不知道什么时候。对啊，所以你们好好把握啊，因为本人就是不太穿性感衣服的人。哦，单细胞被紫萱圈的死死，原来如此哦。现在都不施压我了，不施压其实是一种好事，就表示我已经认定你已经离不开我的手掌心了。全饭给吃光的，今天好快乐，好可爱，好喜欢，谢谢。大家可以多多跟我说你很棒，我觉得很开心。想融化，施压是新犯的福利。米菲，你也不用施压啦，你就推莉莉啦，是不是？对，不施压是因为放心，真的不施压是因为放心，放心你已经是立坑汤坑的人，你不会再跑了。正能量 ，Eddie， 你想怎样？我够正啊，我够正。好，晚点下播，赶快去吃饭。会的，会的。那么今天就差不多到这里啦，大家拜拜，拜拜，拜拜。哦，要给栗子一点危机感。怎么可以这样？不行，这样。好啦，大家拜拜，晚安，拜拜，拜拜，给、yeah。